找我有事儿。你头怎么了？走路不小心撞树上了。走个路还能撞树上？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呀。我能问问你吗？你问啊，怎么了？你跟宁明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你们俩手拉着手在校园走，被很多你们的朋友都看见了。你让书澈的面子往哪里放？你是在惩罚书澈吗？你还真维护他，真心为他着想。是的，舒澈确实曾经很短暂的移情过我，但对他而言，我不过就是缓解他分手痛苦的过渡台，连备胎都算不上。我承认我很喜欢舒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越雷池一步，也不会有任何发展。约你出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些。如果你还在意舒澈的话，请你珍惜他。小青。我一直都爱着舒澈，以后不会了。你能控制得住自己的感情，说爱一个人就爱，说不爱的就不爱呀。你拒绝他是因为我吗？是的。而且，我也不想卷入到一段复杂的感情关系中去。既然你今天把话跟我说的那么敞亮，我也跟你把话说敞亮了。我跟舒澈现在的关系非常简单，我们早就彻底分手了。而且我现在有男朋友，就是宁明，我非常的爱他。而且我也确定，舒澈现在是一只心里只有你的单身狗。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Good morning, students. I am Professor Johnson, and welcome to Criminal Law Class 101.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ver what are the crimes in criminal law, criminal procedure.Criminal law classifications, capital punishment, and criminal liability. So I want you to all pay close attention. Previous classes have covered criminal content. The contents include criminal act, criminal intention, cognition of errors of fact, etc. But today we are going to combine those charges and study several cases, okay?So let's begin. That's it. Thank you for attending, and I'll see you tomorrow. I'll be here for 5 minutes to answer questions.
刚刚在课上一直看着我，是要提醒我什么吗？没有啊。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有。你头怎么了？撞树上了，怎么？你走树上去了？你怎么做到的？其实也不是很难。一定要多保重。走，来。来。来。谢阿姨，我自己来就好了。啊。小青啊。我想跟你谈一谈。谈什么？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嗯，我一直都在观察你。观察我什么呀？我觉得你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无论从人格品行到接人待物，甚至说对学业和事业的态度，我都很欣赏。谢谢阿姨。不用客气。下面呢，我要跟你谈的话题呢很严肃。我看到现在莫妮卡跟你待在一起的状态，我真的超开心也超放心。你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莫妮卡真的很幸福。我们俩是互相照顾，他对我也特别好。这个我当然看得出。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像对你这样这么上心和依赖过。哦，当然了，如果这是他的选择，这也是你的选择。我尊重，我也欣然接受。我祝你们幸福。小青，我早已经把你当成家人了。我希望你能跟莫妮卡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来，阿姨。Oh my God, Mom， 你在跟萧青聊什么呢？啊，你接下来是不是该把咱们家祖传的祖母绿送给萧青了？还不到时候，那个祖母绿啊，是我留给莫妮卡的。不过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我会有更好的东西送给她的。OK，Mom。求求你了，不要这么开放包容行不行？好吗？体谅一下我们年轻人的心理承受力行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不是的，阿姨，我们俩不是。OK， 妈，眼瞎呢不怪您好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错以为当成事实。你看你给人家萧青吓得，人家心跳都停了。有吗？哎呦，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我真的看错了吗？你们两个难道不是特别要好吗？对，可是我们俩不是你想象那样，阿姨。OK， 妈妈，我觉得你讲的真的特别好，只不过呢，对象和场合都不对。OK， 孩子哭了，您赶紧上楼给我去看。有吗 ？Yes， 我知道。好，你们聊，我马上过来。Oh my God.
妈妈说的对，莫妮卡。不管他是谁，你都应该要找到那个可以让你快乐、幸福的人。你怎么知道我没找到？我现在就很幸福、很快乐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我记得去年咱们也是大半夜的坐在这里，聊你妈妈刚发生的车祸，你要不要休学回国的事儿。好像就在昨天。这一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是啊，我呢生了个孩子，你爱上了舒澈。Catherine and Benjamin 结婚了，回香港了。我刚刚才知道，妙莹跟宁明在一起了。是吗？舒澈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他和妙莹没有复合。直到我亲眼看到了妙莹和宁明恋爱的样子，我才知道舒澈和妙莹彻底分开了。你现在是不是急得抓耳挠腮啊？在想，为什么舒澈还不联系我呢？是不是追悔莫及，不知道该怎么收回自己说的那句“就算你们分手有十分之一是因为我的话，我也不会跟你好”？你要不要这么耿直呢？不知道咱们明年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聊过去的一年。为什么不会啊？一定会啊。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等了太久没开口，我们还在找什么借口？爱的自由不奢求，我们有在一起的理由。路人都看出你爱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心装不下我，难道你要错过？静静的想，要不要我勇敢的先开口？爱了多久，我们都能感受彼此的心跳节奏，为何还是开不了口？我们的心有多痛，两个孤单的灵魂在等什么？不要彼此独自难受，明明相爱很久，推开那扇门后，让爱相守。折磨彼此这么久，又不想只做朋友，趁我现在还能牵你的手。静静的想，要不要我勇敢的先开口？爱了多久，我们都能感受彼此的心跳节奏，为何还是开不了口？我们的心有多痛，两个孤单的灵魂在等什么？不要彼此独自难受，明明相爱很久，推开那扇门后，让爱相守。折磨彼此这么久，又不想只做朋友，趁我现在还能牵你的手。
次独自难受。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推开那扇门后，让爱相守。你头怎么了？折磨彼此这么久，又不想只做朋友。书车现在是一只心里只有你的野生狗。我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你现在是不是急得抓耳挠腮啊？在想为什么书澈还不联系我呢？是不是追悔莫及？告诉我，你和妙玉没有复合。你没问呢？那你知道他和宁明在一起了吗？我知道。你知道你还不说？那你也没问啊。就算我不问你，你也可以主动来找我啊。那你不是自己说过吗？我跟妙玉分开，哪怕有十分之一是因为你，你也没法原谅自己，所以你不能跟我在一起。更何况我是吃过亏、挨过揍的人，我吃一堑长一智啊。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呀？我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喜欢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干嘛呀？是吗？我不是很确定啊。就是故意的。我故意什么？你故意不和我解释清楚。故意这么让我反复纠结，故意让我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我喜欢你，你就是喜欢看我这么鸡飞狗跳的样子是吗？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爱吗？嗯。小姐，你知道吗？我多喜欢跟你这种鸡飞狗跳的爱情，我多想谈一个正常的恋爱。你就是我想要的爱情。
possible that I hurt myself? It could be. Why is that? I've never sleepwalk. Those antidepressants that you've been taking, they can have multiple side effects. Illusion, delusion. It can't be ruled out that one of them may cause the drug user to do things in their sleep that they don't recall when they're awake. It's rare, but there have been some previous cases. You are saying that it's because of drugs? It's just a guess. Please give me other medicines. It's too horrible. I'm afraid I may kill myself someday. Miss Strong, I will give you new medicines. I will give you new medicines. And if it's the drugs that are causing this problem, I assure you that afterwards, after that, there won't be this problem anymore. Please help me, Anina. I also suggest that you install surveillance cameras in your home so that I can see if it really is the medicine and which kind of medications are causing the situation. I'll think about it. And since Mr. Strong is not around, it might be a good idea if you find a friend that you trust to accompany you. Okay. 关于举报人的身份，我初步进行了调查。经过核实，这个刘彩旗3年前曾经担任伟业集团总裁程伟的特别助理。1年前，他获得了美国的工作签证，赴美国 CE 公司任职。这个 CE 公司啊，曾经寻求同伟业合作来共同竞标由舒旺市长主持招标的地铁项目。5个月前，刘彩旗嫁给了 CE 公司亚洲业务总裁鲁尼斯特朗。1个月前，鲁尼因为涉嫌窃取商业机密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2项罪名，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这个就是我综合调查的情况。看来刘彩旗的身份足以保证他所举报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何燕，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既然刘彩旗敢于实名举报，那就说明他不惧怕，甚至是希望我们去找他，也说明他的手里很可能掌握了指证舒旺和程伟全商勾结的证据。所以说这个刘彩旗是个关键人物，也是突破口。我想啊，我要亲自见见他。怎么？你想让他从美国飞回一趟？不，我去。他专程飞回国内接受调查，跟你专程飞美国跟他见面，一样惹眼，都容易走漏消息，打草惊蛇。李局长啊，我的女儿不是正在旧金山读书吗？我去看女儿啊，这个理由是合情合理的，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好，因私赴美，没有人会怀疑。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去一趟美国。到了美国，见机行事，随时保持联系。是。
电话怎么显示是美国的？因为我就在美国呀。你在美国？你在哪儿啊？在机场啊。哇，天哪，你来之前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呀？这不是要制造惊喜效果吗？那你现在还在机场吗？一个人吗？要不要我现在过来接你？不用了吧，咱们直接在我住的酒店见面吧。一会儿啊，我发个位置给你啊。那也行，我很快就可以赶过去。我也很快，一会儿见啊。爸，你真的是惊喜到我了。拜拜。你老爸这是从天而降的节奏啊！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他这次是来干嘛的。是不是来相准女婿的呀？我都还没告诉他呢。那正好可以给他一个惊喜。那你干嘛呢？赶紧去吧。没事啊，我跟你做完之后再去。你自己收拾收拾。那你可以吗？没问题。好，我慢慢啊。嗯，开个车去吧。嗯，谢啊。婷儿。爸。哎呀，说都不说一声就来，忽然惊喜，挺好的吧？哎呀，还是这么瘦，省伙食费呢吧？没有。那行了，现在你安排吧。走啊，上车。好，吃的。好。哎，你怎么不吃啊？我还沉浸在你的突如其来的兴奋里呢，一点都不饿。爸，你这次来美国是干什么来的？公事还是私事啊？嗯，该不会是专程来看我的吧？我这回来啊，要完成一个心愿，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斯坦德，好好的膜拜一下。必须的。嗯，我当导游。嗯，那后天吧，你时间可以吗？可以啊。嗯嗯，你打算待几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就飞回去了，我是往返机票。才两天。嗯。你大半个地球飞过来，干嘛那么匆匆忙忙就回去啊？回去还要工作呢。嗯，可是才两天的时间，还不够你逛景点的呢。我本来就没打算逛什么景点，就是来看看你上学生活的地方。那你明天想去哪里？嗯，这样吧，明天白天呢，我在酒店休息，倒倒时差。晚上你过来，咱们一块吃饭。你白天不用我陪你啊？不用了，你看你又要上学又要上班，不耽误你时间了。时间我可以调整的嘛。听我的安排。好吧。嗯。啊，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情吧？啊，行行行，我知道知道，三不原则，不问不打听不议论。你知道我在想你吗？嗯。嗯？你说话是不是不方便？哎，什么情况啊？今天晚上放我鸽子？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你在干嘛？晚点再跟你说。那你几点能过来？这个 OK， 那你忙吧，就让我想你至死。我完事儿打给你，请在我仙逝之前。拜拜。拜拜。方便告诉我是谁来的电话吗？同学。我感觉不仅仅是同学吧。就是同学。有男朋友吧？告诉我吧，让我妈高兴高兴吧。等我确定了之后，我一定向你汇报。嗯，那就是说有疑似人选了，我这回能见见你。为什么？
你再让我确定一下嘛。你确定什么呀？我的秘密。哎，好了好了，吃饭。见谁去了？嗯，国内来的一个亲戚。亲戚啊？嗯。他要接见我吗？还是说需要我跑腿效劳什么的？我没想好呢，人家还不知道你的存在。我现在还见不得人是吧？那就只能继续再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嗯。真的明亮。下飞机的语言不详，到此刻的神秘之行，我几乎可以确定，我爸这一次的突如其来，不仅仅是为了看我。那么，他到底来干什么？百分之百的确定，那是刘彩琪。父亲跑来旧金山，难道就是为了看他？而他故意对我隐瞒，密会刘彩琪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因为我知道刘载琪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的一举一动直接联系着程伟和舒望，进而影响着妙英、陈然和舒彻。看完了，可以吗？很好，凭借这些我们就可以立案调查了。可以给我一个备份吗？早就准备好了。但是这些还不够。你还要什么？你掌握的全部，多多益善。比如说他们之间的电话录音、视频录像、电子邮件、书信文字，他们和你之间的录音、录像、邮件、文字，有你经手的国外银行的存款证明、转账记录，有你代持的海外房产的产权证明等等。我有，不过需要时间搜集整理。